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晚上的马可楼线上祷告会。我相信呢，在这个时刻里头，让我们专心的来向我们的神来祈求，我们呢必能够见着神的面。今天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来读一段的经文，取自于诗篇43:1-5。来，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的经文。神啊，求你伸我的愿，将不见近前的国为我编屈，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是的，我们都在这里看见神呢，这里这一个诗人向神发出那一个的呼求的声音。他说我处在一个呢不近前的国里头，神啊，愿你呢带领着我脱离这一些的诡诈。第二节，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神，为何丢弃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这里讲到呢，这一诗人说，我处在一个外邦人的一个国家里头，常常呢面对一些不敬虔的事情、诡诈的事情，但是呢神却是我的保护，我的力量，我呢能够在这一个面对仇敌欺压的时候呢，常常都感到哀痛，但是我深知神你是我的力量，我 是我的保护者。第三节，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深山，到你的居所。神，诗人继续地说，神啊，我多么的期望呢，在这一个的外邦人的国度里头，可以回到你的同在当中，回到你的圣山，回到你的圣所里头，与你同在，见着你的面。这个是一个诗人的一个心态。今天也正如我们一样的，神啊，我们真的是处在百般的挑战当中，我也期待呢，什么呢？神啊，你引导我来到你的圣山，来到你的圣所，一起的来朝见、遇见、敬拜你。第四节，这个是诗人所发出的一个期待，他就说，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颂你。同时可能他在一个不敬虔的一个外邦的国家里头，但是呢他说，我期待的是我可以走到神你的祭坛，神的祭坛就是一个神同在的一个预表，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是的，这位诗人说，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是的，神是我们的喜乐，神是一个赐喜乐的神。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颂你。不单只是你是我的喜乐，我更要来到你的面前来称颂敬拜你，以至于我可以得着从你而来的力量。接下来第五节，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那诗人说了这么多的一番话，说我要走到神的祭坛里头，这个时刻里头走到神的祭坛，来到神的面前，他说，我的心你为何忧闷，为何烦躁，应当仰望神。那这一个很负面的一个情绪里头，现实环境当中所带来给我们的一个冲击，一个的压力，可能有很多的负能量，但是呢在负能量的一个过程当中里头，神说，这位诗人说，我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好不好，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今天出席今天祷告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大声的说，你是我的神，你是我脸上的光荣，
光荣，我要称赞你。是的，这个时刻里头，让敬拜赞美的Suki 和 Jackie 带领着我们一起的来到神的面前，仰望敬拜赞美我们的神。是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今天晚上一起的来仰望我们的神， Put our focus in God， 让我们转向神。无论你在面对着什么情况都好，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盼望。让我们一起来把所有的荣耀、所有的尊贵都归给神。 Let us worship together tonight. Bring him all the glory, bring him all the grace. My heart like you do, and
充满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充满在我们的祷告会的当中。充满，是的，来到你的面前，更多的充满。哦，是的，神，我的心要渴慕你，更多的渴慕你。神的，今天晚上不单止我们的心要渴慕你，神的，我们的灵要遇见你。神的，向我们的灵来说话。是的，让我们的灵是刚强起来的，让我们今天晚上呢，用更多的灵里面的祷告，刚强起我们的灵，整个人在你的面前得着力量。神的，这个时刻里头，我们大声的宣告说，神的，真的是无人能像你。神的，我们要用尽我们的一生，我们都要来寻求你的面。神的，继续的带领着我们，来，我们更多开声的来祷告，更多的来灵里面的方言来祷告。是的，哈利路亚，是的，啦啦啦啦啦，哦，更多的，更多的，是的，是的，更多的，哈利路亚，哦耶，啦啦啦啦啦啦啦，爸爸，是的，啦啦啦啦啦，哦，哈利路亚，是的。哈利路亚，更多的，更多的灵里面的祷告。是的，我们的心要归向你神。哦，在我们的周遭的情况环境当中，对焦在神你自己的身上。哦耶，啦啦啦啦啦啦啦，巴巴巴的安德拉西克安德拉拉拉。哦耶，啦啦，哦耶，西克安德拉拉拉。哦耶，啦巴巴巴的安德拉拉拉拉拉拉。哦，西克安德拉拉拉拉拉拉拉。哦，是的，无人能像你，来，我们唱，无人能像你，哈利路亚。
There is none like you. No one else can touch my heart like you do. And I can search for all eternity, Lord, and then find there is none like you. Give all your praise to our God. 我们的神是创造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伟大的神，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神是永活的神。Let us use this time to give all the praise to God. 让我们开口，开声的来赞美神，开声的来感谢神。谢谢神迎亲我们的心，让我们烦躁的心都在你里面得着平稳安静，让我们的心能够在你里面找到平安。可能我们经过一整天的劳碌，我们面对很多的一些冲击，人际关系的一些张力等等的，神啊，使得我们整个人都活在很紧张很烦躁的一种情绪当中里头，神的愿你的灵现在就来平静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呢这位慈爱的神，愿意我们亲近他，走进他的身，就好像诗人说的，我的心为何要忧愁呢？应当仰望神。是的，这个时刻里头，我们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们神最，我们最爱我们。我们也最爱的神那边支取力量。哈利路亚。是的，是的，这一个的时刻里头，神啊，我们把我们所有的情绪不安的烦躁的都交在神你自己的手中。真的这个时刻里头，我们要特别的为一些真的是在面对情绪的一种张力的一种情况当中的弟兄姐妹，可能你正在面临很多的一种忧郁的一种状况，你常常的莫名其妙的发脾气，你的情绪高高又低低，你知道吗？神今天真的是要来平静我们的灵。如果你那个人是你的话，那我们一起的来祷告。不单止忧郁的情绪，急躁的，很多时候可能你很急着要完成一样的事情，那周遭的事情人都不给力的时候，你就很烦躁，以致你情绪也很暴躁了，可能呢你的心情也起起伏伏的，那个人是你的话，等一下我们也一起的来祷告。那可能你不单只面对忧郁急躁的，或者是你正面临着一种更年期里头所引发出来的一种很多身体上的一种的荷尔蒙的一个失调等等的，今天我们也要求神来帮助我们，使得我们的心里头真的是归向于神，我们的灵与神连接。不单止如此，如果你有长期失眠的，你处在一种呢情绪很有压力的一种状态里头，你每天晚上都不能够睡觉的，你知道吗？神要医治我们，神要与我们同在，神要赐给我们安息。如果那个人是你的话，我们就沉浸在神的一个同在当中里头，我们开声的来祝福我们自己，
我们开心的来祷告，神啊，愿我们的灵与神的灵连接，能拿走我们的紧张、烦躁、不安、焦虑的事情，与神的平安、喜乐来代替。来，我们数到三声的时候，让在神的圣灵的同在大能里头，我们为自己来祷告。或者是你没有这个需要，你知道你有亲戚朋友的这个需要，你开心的为他来祷告。来，一二三，开声。神啊，你眷顾我们，你看顾我们，你知道我们的痛苦，你知道我们的忧患，你知道我们所存在面临的这一个的情况。神啊，你慈爱的双手，大能的双手，现在就来触摸医治这一些面临着许许多多不明不白的情绪的一种困扰的情况，赐给我们平安，赐给我们能力，赐给我们胜过这样子情绪的能力。愿神你保守着我们十分的平安。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聆听我们的祷告。哈利路亚，让我们继续的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切慕你，单单寻求你，用我全心全力，用我全力爱你，敬拜你，让你荣耀。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切慕你，单单寻求你，用我全心全意，用我全力爱你，敬拜你，让你荣耀充满全地。 One thing that I desire in my life, Lord, to thirst and hunger after you alone, with all my heart and soul,worship as your glory fills this place. One thing that I desire in my life, Lord, to thirst and hunger after you alone, with all my heart and soul.Worship as your glory fills this place. Deeper in love with you, deeper in love with you. I love you more than anything in life. Deeper in love with you, deeper.
让我们再唱一遍，以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就是我们要更多的来寻求神，更多的来爱神。让我们一起来唱。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切慕你，单单寻求你，用我全心全意，用我全力爱你，敬拜你，让你荣耀充满全地。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切慕你，单单寻求你，用我全心全意，用我全力爱你，爱你让你荣耀充满全地，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耶稣。是的，我们要说，耶稣，我要深深的爱你，耶稣。是的，我知道耶稣毫无保留的献上自己的生命，就是为着要来拯救我们这一些原本活在痛苦当中的人。神啊，今天我们要来回应你的爱，我们要跟耶稣说，是的，耶稣，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是的，我在着你，我在着你，我在着你， yes， 我们向耶稣说我爱你，是的，深深的爱我们的耶稣，是的，耶稣也深深的爱我们，耶稣呢深深的爱我们。是的，今天我们要特别的为一些活在捆锁当中的一些人群来祷告，可能有一些的瘾，可能在这一个的疫情的当中，很多时候呢无法有一个很正常的一个作息，孩子也好，成人也好，我们都有很多的时间呢，正在面对许多的诱惑，许多的困难，可能一个不小心我们就陷入了这一种的捆绑里头，这种的上瘾里头，好不好呢？耶稣不愿意看见我们活在这样子的捆锁、辖制、失去自由的一种的光景里头，耶稣要我们活出那种可以拥抱耶稣，可以坦然爱耶稣，可以活出自由，可以活在光明当中的一个的生命。如果那一个人是你，你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我们来向耶稣来祷告，我们深深的来祷告。是的，是的，这一种的诱惑，这一种的瑕疵，这一种的捆锁，神啊，你赐给我能力，在神的爱的同在当中，在神的那一种的荣耀的光中，神啊，我要远离这一些的捆锁，我要活出一个自由喜乐的一个生命。是的，那如果那个人是你，我们开心的来为自己来祷告。哈利路亚，我是一个人。好不好，牧师来祝福我们，赐给我们勇气、信心、能力，跨越、打破这一些的捆锁，这一些的拦阻，在基督里活出一个丰盛自由的生命。
是的，亲爱的主，主啊，我们在今天晚上，主啊，我们知道圣灵就在我们中间，圣灵你来光照哦，在我们中间哦，弟兄姐妹，好叫哦，圣灵你本身就是一个圣洁的灵，哦，主啊，你不喜悦哦，当有些人哦处在那种的捆绑里面，哦，在那个上瘾的里面，主啊，你不愿看见哦，你的孩子哦，在一个捆绑辖制的中间，主啊，今天晚上圣灵啊，你能做医治的工作，释放的工作，哦，主啊，圣灵啊，你现在就光照我们，哦，圣灵啊，你现在让我们再一次的从我们里面一切所捆绑的、所辖制的，从我里面要出去。去到耶稣吩咐去的地方，主让我的灵是自由的，让圣灵住在我的里头。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圣灵，今天晚上你要触摸每一位你的孩子。让我们再一次透过主圣灵来刚强我们，让我们是刚强的、忍爱的、谨守的心。是的，主，谢谢你，主，谢谢你，今天晚上，主圣灵，谢谢你，赞美你，你就是那位那位的神，圣灵，你就是神，哈利路亚，谢谢你进入我的里面，我做奇妙的工作，奇妙的善工，释放我们，释放我们 ，right now 就是现在来释放我们，主让进入你的圣洁里面。进入你的命定的里面，主，谢谢你垂听孩子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是的，来，我们继续的来敬拜我们的神。我感觉到神真的是很爱我们，圣灵的同在一直与我们同在。来，我们继续的来高唱深深爱你，哈利路亚。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
深深爱你，耶稣。一切，你是我们唯一所爱慕的。主，你是我的一切，洗净我罪，赐我新生命。主，你是我的一切，我愿全心跟随你，一生永不离开你。Lord, Lord, you're more than anything.You're more than gold, more than anything. Oh Lord, you're everything to me. And I will never let you go, never ever let you go.You're more than gold, more than anything. Lord, you're everything to me. And I will never let you go, never ever let you go. Your love is higher.是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位充满慈爱怜悯的神。神的，愿你与我们同在。这个时刻里头，让我们呢，为着呢有
病痛的弟兄姐妹来祷告。如果呢你身体上也有软弱的，在神的同在当中，你按手在你疼痛的部位，我们一起开声的祷告。如果你没有疾病的，你有家人有需要的，你也开声的啊，为这一个的人祷告。我相信在神的同在当中，神愿意的聆听我们的祷告，医治这一些处在病患痛苦当中的人。来，我们数到三声的时候，我们就开声的来为自己的来祷告。来，一二三，我们开声，哈利路亚。这是神，我们称你为我们的阿爸父，我们的医治者耶和华拉法。神啊，我们在宣告这一些，你看见这一些身处在病患当中、有需要当中的弟兄姐妹的身上，神啊，你大发你的慈爱，伸出你的手来触摸医治这些的人，让他们病得痊愈。神啊，一个属天的医治要临到这一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的身上，让他们经历使你自己的医治全然的痊愈。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Amen。 不单如此，神啊，我们也继续的来在神的一个的爱的同在当中里头，我们向神来祷告。神啊，你心里头正在面临的可能一个的决定，一个的抉择，一个的十字路口，神啊，你需要神的一个引导，神的祝福，神的一个印证，好不好？在这一个的时刻里头，我们向神来发声的来祷告。来，一二三，我们开声的来祷告，为着一件事情。哦，是的，神，我们为着呢，我们前面呢，这一个要做的一件事情，来向神你来祈求你的一个引导，一个指引。你愿你的恩典多而又多的在我们的生命里头。神啊，不单止我们用人的一个的理性思维祷告，神啊，我们更需要的神你自己的一个引导印证在我们的前面里头，让我们每走一步的路的时候呢，都有神你自己的祝福与引导。神啊，每走一步路的时候呢，神你每一步都印证着我们。神啊，让我们的你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明我们的生命，照亮我们前面的方向，照亮我们的前路。神啊，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大圣的名祈求， Amen。 好了，现在呢，我们是要开回这一个的main screen 去，可以吗？谢谢啊，就我们大家一起的来，弟兄姐妹挥挥手哈，跟所有的弟兄姐妹打个招呼，可以吗？打个招呼哈，开你的镜头，可以吗？我们一起的来开一个镜头，告诉对方说，开个，你可以开麦哈，告诉对方说，你真是一个祷告的勇士哈 ，Amen。好，祷告的勇士就是说，我们一起的在这一个的时刻里头，一起的为这一些的事情，我们要来祷告。那今天呢，我们有几项的事情，真的是需要我们一起同心合一的，一起的来祷告的。年尾的时间我们真的是有很多的一个需要哈。那以下呢，由我们的Leaders Group 里头也有分享了哈，那有七样的事情来代祷的哈。第一样呢，就为信的家人与亲戚来祷告哈，这个是我们一定要传福音的哈。第二就是为小组哈的一个布道活动来祷告，接近年尾的时候，近来我们有很多的一个装备，我希望我们的生命里头是一个流通的管道，我们领受了上帝这么多的祝福，也是时候我们要祝福身边的人哈。第三样呢，就是呢为教会里头即将要十二月里头要计划来恢复实体聚会的哈，这一个的预备筹备工作人员来祷告哈。第四呢，也为着十二月二十四号呢，今年我们有一个的
线上的一个圣诞晚会哈，Christmas Eve 为着一些的安排筹备工作人员啊来祷告，让他们呢真的是能进行顺利哈。那我们也知道十月呢是一个敬牧日啊，敬牧月，敬尊敬牧师月哈，所以呢很多 NECF 也推广了这一个月里头真的是一个 prayer shield 就是为牧者来祷告哈。那我们可以为我们教会的牧者来祷告，你可以为你所认识的牧者来祷告哈，祝福他们身心灵都是健壮的，那带着上帝的恩典慈爱以继续的带领着教会走向完成神所托付的使命与意向哈。OK， 第六项呢就是祝福马来西亚哈，祝福我们马来西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的政府来继续的引导发展哈，未来我们的国家。第七样呢就是为软弱与有需要的肢体来祷告哈。所以七样的事情呢你们都可以在你们的一个 WhatsApp group 里头可以看见这七样的事情。好，让我们真的是把握着时间一起的来祷告。那刚才呢多少的人你都觉得你在这样子的一个线上的祷告里头你也感受到神的一个同在了好不好，挥挥你的手。好。好。我真的是觉得上帝的灵真的是与我们同在哈，所以呢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无论是实体或者是线上，我们都能够真的是一起的同心合一的看见神的灵在我们当中，一起的来敬拜祷告我们的神。好的，以下的时间里头请行政人员为我们分 group 来祷告吧，谢谢。